小猪佩奇正要洗脏了的毛绒玩具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，用红色涂小猪佩奇的衣服。用浅黄色涂小熊泰迪。用玫红色和橙色涂布娃娃。用蓝色涂洗衣机。用黑色涂熊猫。用绿色涂洗衣液。用紫色涂地板，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